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挑选的棋局呢是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预选决赛的一盘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中国的黄云松四段和韩国的袁胜珍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嗯，天这盘棋呢是第一届的这个新奥杯，对，是所以的。这个比赛是新的一个赛事。啊，新的一个世界公开赛对，一个算是奖金最高，啊，220万人民币冠军，可能是创纪录的啊。所以他搞这个规模啊，这个这个也是最受大家对，关注啊。因为这是公开赛嘛，只要是职业棋手都可以报名参加，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预选的，就是最后。只要谁赢了，就出现到本赛，对，是的，选的是这盘棋。嗯，这个黄云松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希望的年轻棋手里面的一个代表吧。对，这个袁胜珍九段在韩国排第几呢？目前是排第九，第九。他之前已经获得过三星杯的冠军了，所以其实他年龄并不小了，他是85年出生的，85年。所以是老牌的这个也韩国的是一流很的厉高害，手，应该他算的是。名字并不陌生。是，而且当年在就是三星杯的决赛上，还有中韩天元对抗上，都是赢了古力，在古力就风头正盛的时候赢了他，可以对，说所以是，不可小视。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的黄云松，给他怎么下的啊？对，黄云松是掷白，袁胜珍掷黑。那嗯，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比赛啊，这是我们的比赛贴七目半的。然后是走像个的小木，小目，两个这样小目，然后再像挂，小木，像小目挂一个是吧？对，都是小目挂，高挂，高挂，然后黑棋拖脱退，退。最近也是流行这么，但是他是走这大飞个挂的大一个，飞挂的，大飞挂完再粘上，对，白棋在这个地方走，那么。这个形状呢，有点什么呢？有点过去。你看，还高挂之后啊，高挂，高挂。如果是白棋哈，这个白棋下的话是有一个高挂脱退，跟那就两边个，下的一样对，是那个吧？形状，形状一样。形状有点像的话，如果换成白棋的话，如果说下成这样哈，假如说我就把它摆成那个样子吧，就是这个样子，这也是白棋是吗？白棋，对，我就把它摆成这个两边一样的形状，这个大家都很常见，这个和没有，刚才那个是哪个好？这个这个好难，都好难说，这个好难。对，应该说也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很难，差不多啊。这个都是一个都有的一个选择，但是现在他们下成这样，和那个都基本上近，这就多一个打入，黄云松觉得这个白棋啊，他还是比较喜欢这样，比和刚才那个相比较。好，这个布局都是这样，都差不了太多啊。现在走了一个，他挂这个，对，这常见，这个像是，是细棋的那种感对，觉啊，好像要慢慢下是慢慢吧？下，在这儿走一个，这个完全是功夫棋了，飞回来，飞过来，那儿又走了一个，都是各自是个拆二。现在这个飞比较大，它是尖顶了一尖下，顶，黑棋也没有长，他接下如来，果长，它怕它中间走将攻或者分头，主要是这个子隔得比较远，所以它长了，白棋也不着它急害在怕角这上个，硬，所以呢，这个袁胜走的这个，走这个呢，这个棋白棋就干脆就交跳换一下，了，这是一个定型，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啊，现在白棋再走一个他尖顶尖顶，抢了个木，对，在这儿，搬了挡住。这个时候白棋不粘也有下法，也可以考虑这个。你如果打拔，大概你会打拔一个，黑棋打拔估是计吧？这样，那么黑棋白棋再走这个，这也是一种下法，白棋黑棋逼住他，大概跳起来，这是大概是这样，也但是是一种，一种下法。另外一种下一法，种下法，真现在说他没是，有那么下，他是走的什么呢？他是走就粘白上，棋粘上了，白棋就粘上了。白棋粘上呢，这个
这个棋啊，它是这样，它白棋粘在这儿。对，白棋粘。白棋粘上。对，白粘。黑棋长的这个是个挺大的棋。这个棋呢，这个棋要搬粘，不走的话，黑棋要走在这个位置。哦，黑棋要走那儿是吧？哎，对对对对，你如果不搬粘，让黑棋走，黑棋会走那个。对，黑棋走到这儿，白棋有点难受。对，下成这样。对，这个棋。因为现在人家已经中间拆了，人跟刚才不一样了。是。这个位置要不走的话，这个形状是在这儿。嗯。白棋会难受，所以呢，这个棋要。得想办法补墙是吗？在这儿。嗯。二路搬粘。哎，就二路搬粘。好。这个棋真的是细棋局面，走的都是非常稳当，是功夫棋，相当有功夫的。对，嗯，这现在看起来白棋的目守的还挺扎实的，这一个角两个角，对，然后把空的守的很牢。那大家拼目了，嗯，功夫棋，这种棋我觉得挺难下的，挺难下的啊，嗯。因为也不知道接下来究竟应该怎么走。对，现在呢，该黑棋出手了。黑棋呢，它是走的这个打入。黑棋打入。打入这个，哎，这个是，这个也是试白棋的应手。嗯。白棋在这儿点一个，如果你刺，它会粘这个上面，你冲过来，它那边压住。嗯。哎，那白棋还能接受。嗯，对。哎，就比如说啊，这样。白棋，哎，这样白棋能接受。嗯，虽然说跳点那个子被吃掉了，但是损失并不是很大。那面他能保住也不错啊，但是呢，他没这么下，他是黑棋是直接走的这个。嗯，对，黑棋直接挡回来。嗯，然后白棋把这个跳住了。白棋跳，嗯，白棋这个跳呢，可以考虑压住。嗯，贴住他子。可以考虑贴住他子，也要贴住他的气，主要是。哎，贴住气，贴住气很重要。对对对对，也可以考虑这样。压这个是吧？对对对对对，压住这个。那现在压的话，黑棋会不会顶过去呢？会。哦。你顶这个，我粘住这个。粘住的话。你冲。不知道。冲一个。啊，好吧，那冲一个。这个。拖过去。嗯。可以粘住。然后底下做活。搬，是吧？对，他可以走一个，立吗？还是糊一个？糊一个。就这样吧，他就顶这，顶一个过来是吧？顶在这儿，白棋哈。嗯。顶这个，对。这要下来，那要粘住。嗯。这样白棋还可以有利。嗯。白棋可以考虑这样下。对。嗯。就作为白棋来说，不要对人家打入就抱着一种要把它吃掉的那种心态。这个这样的白棋还是可下。是。嗯。那么，他是走的什么呢？他是往上面跳。跳的。对，跳。他是跳一个。跳一个呢，就是黑棋那个点是个好棋。黑棋。跳了之后啊，他跳这个之后，黑棋可以点这个。点这个是比较那个什么，因为这个点呢，中下面有很多借用。对，其实这个棋形啊，虽然是两个拆三，还跳了一个，这其实黑棋在上面要走出棋来是很容易的。对。啊，这什么点啊，什么二路点啊，还有好多招哦。对，黑棋现在在这个掏着白棋，白棋有点难过啊。掏他的空。啊。挡住，挡住，他小尖，对的，尖这个，哎，如果搬会被他拐啊。现在，你二路搬他会上面拐，现在尖一个，他让他这个考验他，考验这个白棋，看怎么硬。对，在这儿，实战呢，白棋也考验了他一下。对，在这儿。对对对对对。嗯。现在黑棋粘上是没有的选择。嗯，那黑棋能不能搬过呢？搬过啪一断，那就那白棋最希望。断一个那是白棋希望的。哦，如果说这样，比如说搬，白棋断，它这个就黑棋坏了，就不知道怎么办。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接下来被挖着一下，主要是。对，这是最希望的，这是白棋。所以这样下不好。对。现在他是黑棋实战是粘，哎，对对对对对。那么白棋就立下来了，对，这是要立了。然后搬过。搬过。
在这儿。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黑棋也是有收获，嗯，搬回来了，是吧？对，还是收获不小，也可以满意吧。要是我拿黑棋，我是满意的。对，觉得把它控破了，然后呢，这四个子将来还是有可能对它进行一些攻击。对，可以满意。现在但是全局啊，还是个细棋局面。嗯，军事吧，军事是一个慢慢下的局面。现在，如果你功夫深一点的话，你可能就拆拆二之类的。白棋拆二是吧？对对对对，收官。这是李昌镐的之类的。当然，这是很有自信的，就是收官子，肯定是我觉得我很好的那种感觉。如果我的官子特别强，我就拆了，拆吧，就这么下。以后你虎一个，我在那；你拆二的话，什么点点的，这就是官子棋。慢慢收，慢慢收。这个棋呢，它是没有那么香。王云松下的还是比较积极的，他逼过去了。他看来对官子他并不那个什么。并不是很有自信，是吧？他不愿意那么收。还是这个呢，就有点本质了。嗯，还是年轻人显黄，走的要凶一点了。对，黄云松也是进来就是上升势头特别猛的一位棋手，他等级分呢已经跃居到了第十四位，在此之前呢，他也获得过一些像新秀杯啊、什么 U 十二这新锐的冠军啊。而且还获得了阿含铜山，对，快棋好像我记得是他跟日本对抗了，他能够冠军嘛哈？我记得他是对，我们也很看好他，他97年出生的，也是属于95后的这一波的，是很厉害，确实。这个原来就是我们那个辽宁队啊，嗯，他跟着打了，一直在下围甲，对对对对，看来在围甲当中磨练的。已经差不多了，是意思吗？所以我看着他下棋，有过一阵儿。他这个棋呢是，我觉得也属于前面呢，他比较走的是属于就这种本格式的，但后半盘也是很厉害的。对，现在年轻棋手都是这样，后半盘特别强的，比较强的。他前面呢都是比较平稳，也不是太着急啊。好，我们看看他的棋吧。嗯，他是黑棋现在打入啊，这个对你不拆二，你那跳是不可能了。再被我撑一个，那亏了。嗯，那打入是必然的，我觉得必然的。这个暂时还不是太怕。嗯，白棋跳起来得有这个力量，对。黑棋跳一个，跳起来，对。那您那个打入怎么办？他先二路拖一下，这是常规动作。常规动作，这个形状是二路拖。看你是虎还是怎么走，虎呢，他有可能夹你啊，等等啊，是吧？这黑棋下的也是很，他顶了一下，挡住，然后再虎下去。对对对对对，这个棋啊，这个也比较强，那就黑白长起来了。过确实是长了一个，然后黑棋跳，他再贴，双住。双一个啊。他都不肯长。长的话，他怕他可能再压，一直压过来。有可能。你的长，他就顺着这压，这两个就有可能孤单，有可能被他这儿多几个子就被他那什么。反正他那边呢，跳一个还是能连上。白棋跳一个。对，白棋跳一个能连。暂时是不怕，暂时那面还来不及走了，现在。然后白棋刺一下。刺一个是啥意思呢？他就是说。也把黑棋刺重一点，看你怎么走。他如果说黑棋粘上的话，粘上他可能尖一个之类的，从外面开始攻。对，这么攻一下也可能这样。是，这一带的攻防应该看起来白棋比较占优一些。也可能是这样。嗯，你走贴他就搬。哦，属于这样。你搬的话，他有可能断你哦。就是说，如果敢搬的话。这里要把它断掉，你要小心了。这个要小心，就这一类的战法，这个不敢，暂时黑棋没必要这么走，黑棋要走的灵活一点，不能死，得想想办法，粘一个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好像太僵硬了，僵硬，暂时不要去这么死板的粘住，他非点刺好棋，对，这个没必要。保留了，这个没必要了，刺掉，然后再拖一个，拖是个常规动作，
脱了顶双，这都是好气。哎，对，对对对对对。他是走了一个，哎，他走到这儿，走的是粘上是最普通的，对，一般都是粘的，粘，但是粘呢，对对对，就是说可能局部而言，这个、就目数会有点差别。嗯，他如果粘的话，这边可能还是一样的，一样的，我觉得一样，没区别，这个区别很小。但就接下来有可能这脚上的这个木手官子会不太一样，黑棋也是双，嗯，也是双，对对对，是吧？嗯，他现在是自己走了一个，这个差别不很有限，有限。他是走在这儿了，对对对对，跟那个差不多。嗯，然后他回一个，嗯，挡住再顶，顶一个，嗯，这都是普招啊，差不多。哎，那么黑棋跳，白棋跳也是对的。哎，不跳被搬也不好。嗯，那么靠一个。是对的，搬搬，对，再搬起来。这个连搬是错的。那您觉得他应该怎么下呢？这个连搬是不好，应该双一个。应该单并吗？单并就这样。哎，这个棋呢，下一步是有断，嗯，对不对？嗯、这个断还是很舒服的。如果你补一个白棋虎或者粘，在这个地方。不管是走，比如我走一个吧。哎，对，他走在这个位置。哦，走在这儿。哎，这样呢，他那头能够先把白棋罩进去。哎，对对对对对，他、哦、这是不能靠，靠被挖断了。靠就这样，他已经不舒服了，好像动不了啊。这棋对这个棋，白棋不知道再怎么办了。嗯，这个我不知道了。这个位置看来是一个好点。哎，你说这个棋呢？白棋有点不舒服，嗯嗯，就是说，黑棋应该双，应该这样下，双双你大概是跳，然后我再断，那么我中间就主动了，嗯，这个断还是有点比较严厉，嗯、这个双是朴实简单，嗯，应该就是双板凳。连扳是一个华丽啊，连扳看起来很华丽，很华丽。但是呢，它的华丽呢，它是希望你跟着凑力量。如果你打我反打，那合适了。嗯，你挖打我都，反正你打我反打，打了我就打的你，你跟着我走，我最希望。嗯，现在呢，白棋单跳是最好，这是这个地方必须要抢的。就赶紧把头伸出来，这个跳是要紧的啊、哦、因为他被黑棋如果这个地方先动手把你的头摁住的话、嗯、你很狼狈，嗯，你逃起来那个路啊很窄了，嗯，现在这个跳是必须要抢，关键这一走啊，你再如果你这个不能打吃，打吃我这一挖你就不知道走什么了、嗯、不知道走什么了，这个好像花了，已经，这肯定不能提，被压出来死了。对，这如果粘上这个，粘上我再冲一个，你也完了，也不行啊，这都不知道走什么了。这还能断？还断？还就算这个你已经没法看了，哎、嗯啊，这个是不行的。嗯，哎、啊，所以说，这个棋啊，嗯，在那个地方，刚才双是和这个没法比，走到这个时候呢。你已经，他已经可能感觉到这个连扳不对了，因为你没棋下了。这连扳完了不知道怎么办。哎，你只能是这个打在外面。打在外面，嗯，和刚才那个段就不一样。糊一个，糊在这儿。嗯，哎，这样呢，走成这样，白棋再转手回来回撤这个，跳一个，非常大，因为他把这个就连回来了。嗯，哎，基本上你糊在这儿，他就尖，这个地方呢吃起来累了。就吃不了几目棋，它吃起来很辛苦，不容易吃、嗯，有点累。那个棋呢，就是说，它不管怎么说，这么走，这都是有目的。这个，嗯，黑棋这么这几个交换呢，也虽然说这个局面还早，应该说还早的啊。嗯嗯，这个地方黑棋有双一举，觉得应该不错，说明啊。这个可能有点强，这个说不定拆二是比较普通，我觉得有点过头，我觉得太过了，有可能、哦，嗯。那么现在走成这样，那么白、哦、黑棋下面走什么呢？黑棋他现在虎了一个，把这个、哦、他现在走先走交换了两下，把这个交换，先手这个交换我觉得不错的，嗯，反正也没什么
好保留的了，不走白气尖是非常大的一步棋，很想，我很想抢，很想抢，这个就是没来得及。这如果白棋尖是先手的话，那就成双先了。哎呦，那可了不得，这个双先差很多 了。是啊，那个，但是可能没有机会。这个尖我估计会脱先走的。黑棋如果拆二，他拆我马上就尖了。但是一般我估计我拆二，他可能黑棋也这么做交换。黑棋这个交换能先手交换掉，当然是很舒服，千万不要保留这个，没什么好保留的。黑走成这样之后，那么黑棋啊，他的时控不差，对，时控很好，控挺多的啊。白棋的控啊还是有限啊，有限是吧？对，那个地方能先手走了，应该说黑棋好像感觉还行。那黑棋能不能中央再加厚一点？比如说怎么样呢？对，我们看啊，比如说这个贴过来是不是很大呢？不，这面也不小。他实战就是虎了一个，对，这面大啊，虎这个，对，这个很大。嗯这个虎了之后，你看这个形状，这一条边都很实在了。只要这面没有什么没什么大问题，不要出大事儿，就这个虎就很实惠。对啊，这看起来这个黑棋的控不少不少、哦、对, 对不少啊，但是白棋呢也挺厚实的，对啊，所以这个接下来还会怎么样还是个悬念，我觉得。哦，我们给大家留点思考的时间，看看这接下来这白棋有一些什么好的招法。好，想一想。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一会儿见。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讲解这个首届新奥杯世界围棋公开赛预选决赛，由黄云松对阵袁胜珍的对局。对，刚才呢，黑棋刚刚在这虎了一个，虎了一个，这个形状也很好，很漂亮啊。这个棋呢是该白棋下，现在应该黑棋控不少。对，就觉得时控上有点。白棋该怎么走这个局面呢？是一个一个难点嘛，但是这个棋呢，白棋下它是走了个什么？它是碰了一个，靠了一个。对，这个碰呢是一个眼见的一招，也是考验黑棋，考验黑棋。其实这个棋靠一个是它找头绪呢，在。这个棋呢，要是你觉得形势不错的话，要是我的话，我有可能就退一个算了。哎呀，就你靠一个我退一个，然后你再跳都是后手了。脾气好一点，脾气好一点，不要动劲儿了，对，干脆不动计，嗯，让你再去找头绪。这个棋呢，白棋方向都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可能就该这一带闹腾闹腾，有可能，我估计是这样，嗯。现在呢，关键黑棋没这么下，这口气他不肯忍。其实黑棋现在不错，退一个我觉得形势挺好的，我觉得退一个形势全局数控的话，好像黑棋不差，嗯，黑棋挺好，好下。好，那么之后呢，白棋是走的这个，搬起来了。黑棋走的这个，黑棋 黑棋，对，黑棋走的这个，搬起来了。他都是想，你见我这么厚了，你还来靠我？但实际上你这一动气啊，白棋走的挺好。下面黄云松啊，他发挥的好，顶了一个，这就是他的棋风。我给你看啊，他这个顶是对的，先顶完之后不交换，对以后对杀有好处。搬下来，这个棋找头绪了。你不好吃，如果打在上面的话，是不是觉得啊，这个吃不掉，太不容易了。不，吃不掉，吃不掉，这个吃不掉，这不行，这还是翻吃再一段打。这个吃不掉，这个棋有可能都吃炸，这个并不好，那么他走什么呢？我们看看啊。实战的黑棋是选择了断打，断打，他是走的这个。这个是最强，当然是最强。他以为就是那个什么，一般的就是以前的下法都是什么，搬在这儿，搬在这个地方，那么弃子卷一卷，他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但实际上这个棋啊，黄云走了一个特别强的，他是走的这个。这个棋呢，刚好能成立。你如果走这个，他挡。吃不掉打呢，他就跑。哦，吃不掉现在。这个棋只有加，只有走这个。对。再争人家争不加不住了，这个顶还是你看是个也是有刚刚好是吧？哎，他就吃一个，
是一个他破眼吗？看走什么，还真都不行。还真的是不好吃，他这一棋真的不好办了。然后再铺一个，关键是他这还有搬出来。哦，他有个搬呢，是怎么都挡不住这棋。对，这儿有打的穿的，你看这、嗯、这都是先手、啊。这连搬肯定挡不住。先手。而且这棋气特别长，没法杀。这个棋就不好，吃不着，吃不着。嗯，这个吃不着，就吃不着就空全没了。不是吃不着，你不能用强了，不能用强，你只能忍耐了。对，这个棋首先你这个不能成立。你大家可以算一算，怎么你都吃不掉，粘住。你那他怎么办呢？他这把。只能走这个，他打吃了一个，打吃了一个，再把这个吃了。嗯，这个留着一个冲，以后是个冲啊，有一个冲。他现在不能冲吗？如果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想冲、哎，如果现在可以冲，冲他大概会走这个，贴一个，但转换肯定不能接受。你走这个啊，但是让他把，然后把这个拍死、哎，对，拍死，这个、太大，争掉了，争掉了、嗯。现在呢，他是觉得争掉三个，他还不肯。他为了是，他是什么呢？他走之前呢，他是先刺，他说防他让你争不掉，哎，让你争不掉，让你争不掉。他这个他是先走的这个，白棋走的这个，对，白棋先刺。你如果粘上，他再走这个，你就争不掉了。嗯，我再冲你贴，我一吃，你这个争不掉，吃不掉，那就不同了。那么现在呢，黑棋呢，就走这个了。补上了，把这个干脆两个给吃干净，但是这个被他先手断掉、嗯、就成为这个转换。不管怎么说，白棋是木稍损一点，但是他那先手被卡断这个呢也算有收获。对，我觉得白棋还是奏效的吧，还是奏效了这一次串的下法。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奏效了、哦、对，但是这个棋局仍然是难讲的一个是吧，他粘住啊，粘住。好，这个白棋呢，这个棋它是该来这边了。对，他把这个走了。这个也是被黑棋，如果虎的话，这个棋就甭想，就活了，活透了。嗯。现在呢，我这个都断开了。嗯。一定要把这个官子，不但官子要去眼的。嗯。就特别大，这个挺大的。对。是个很大的棋。他这个搬粘之后，这个点一直就存在的。哎，一直存在的、哦。对对对。然后他挡。不光是木的，还是一个死活问题的，有眼。嗯。对，要把这个吃掉，很大。确实有点大。大大看起来。那么黑棋是。黑棋拆一了，他又不甘心说这又跟着走一个，他觉得。是中间没走吗？他压。哦。他这个棋、啊。是压了两下吗、哦？这个棋啊。他是先压的，压的，对，先压的，先压他两下，对，他先压的。他是不是有点担心人家会拐过来？他不，他还怕他拐呢，怕他拐是吧？啊、嗯，这个棋自身的这个也没活，对，就这么交换了。他这样的，他走这个接、嗯、对，但是这压完了必须得走了，这个再不走这个要死了，对，再不走要死了，对，拐一个，拐一下，对，然后又飞了一个。飞一个，对，他是补、嗯、当然是这个贴回来啊，他这个棋这不是这个还没回家，这个飞呢、嗯、得也算把它吃掉，把这补强了。对对，黑棋又粘上，这粘这个是不对的。对，这粘这个有点过了，是问题。这个棋啊，本来应该是普通，是应该尖一个，嗯，应该是最佳。你这个挡一个，他把这个补上，嗯，这个棋啊是一个正常的进行，这样就慢慢收呗，慢慢收。然后你要吃两个就吃了小了，嗯，收控呗，对，收控，收控，黑棋也不差。也能够干，也能够收的这棋，你只要这块棋没什么问题，这块棋看样子是没大事儿，没大事情。一时半会儿反正没事。你点他会团住这个，对对，暂时还没有特别威胁到死活，暂时可能还死不了、啊。那么他没有这么下，嗯，没有这么下去粘一个，粘一个是个过分了。这粘一个就纯粹的木数，跟死活没有关系。他是想什么呢？粘完之后有个袜粘，当然是舒服了。他逼迫你去打，但是人家可以打掉。对，他粘完之后再袜粘的让舒服，但是呢，这个白棋他逼迫白棋走。他说：“你看你老不走，
他说干脆粘上，你还走不走？但实际上你这个花这手棋，虽然它那儿稍微的损一点点，但是呢那手棋太重了。这手棋走完这个之后啊，使得白棋走了一个最强的手。对，白棋下面这步棋下得很漂亮，他走了这个。这招棋硬，这招棋太大。他拖了，我觉得黑棋有点无法抵挡了。现在这招棋大，这个提一个啊，这没法挡了。现在、这是提掉，这是先这怎么打？这个棋啊，没有退路。为什么？你如果在这儿走，你走这个，他这个就这个是先手对吧？这没活呀。这一点你就。不见得差不多了吧？这粘上这一堵，这是不是就有可能就你就不好办了？这个是吧？如果打吃长，这贴我就长嘛，再贴我再长的冲断，你断哪边都不行，断哪边都差一气。锦气我无论断哪个，我就吃锦气就行了。你断一个锦气就完了，是这就完了，这个这就结束了。就完蛋了，全部死光了啊！对对对对，这个不可以。这所以这个死活不注意怎么去粘一个。袁胜真这个棋没有想到，他这个下的过强过分，他这个力量棋啊，这个太力了，一看出来。但这个黄云松这个下的很，他终于出击，前面年都是本格忍耐着，最后再来这一招棋狠，你没有退路，对你只有这个，哎，只有那个。那有的棋手就要不就他就不出手，要出手就直接致命。搬，我长，他粘上，然后这没得选，对，断断掉，对，黑棋只能拐。这个棋，这个时候他单拐，啊，他不要去打吃这一下，单拐。这个还是复杂了。这个棋啊，我只要这个棋，我给你摆一下吧。他如果，您说哪步？如果他这么吃。白棋现在这么吃是吧？白棋吃掉是个正常的吧？吃这个。哎，但如果你两头都要的话，他把打吃，打吃不是粘上啊？您试试。不对不对，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他是白棋要先打完之后，这个吃这个之前还得先虎掉。哦，那就打这个之前先虎一下。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打吃长，哎，然后虎一下，虎这个是这意思。对对对对，他打打粘上粘上哦，粘上粘上。打这个，打这个，再打这个，对，他有个这个，哦，还能往这儿靠一个，完全没有料到。这个棋呢，就是说什么，他还想这个脚也活掉，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吗？哦，这样，并那个什么，这个不对。哦，然后这爬了断掉是吗？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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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还有这招。他因为他提一个先手，哎，对对对，他要做活，然后再被这一爬就不行了。对对对，他这样，挑一个他爬。这个是不行，他是单粘上，这两个不要冲，这两个不要冲。哦。那么这个比较复杂，特别复杂。哦。不要冲的话，那样是个复杂。那个棋是，白棋这个脚上啊，活不了。嗯。就是说最后还是来不及活是吧？那个要被人家靠一个不行。黄云松可能原来想的是这样。但是呢那个不行，因为他先打了提了之后被有一个扑，那个棋有点专业了啊，那个扑是不行。这个要费点时间给你解释一下。那么现在他是现在他单拐的，单拐的，就我觉得看的还是挺轻的嘛。他吃这个，然后他弯，对，他也没贴了，反正贴并不好，贴也没什么用吧。没什么用，待会儿他可以拐着吃吧。对，可以拐着吃，没什么用。那他是把这个提了。对，现在跑了就给他蒸掉了。对，就打了蒸掉。这样就，原来黄云松可能是想着搬了两头都活，但是那个棋并不成立。现在是干脆就把脚彻底弃了，把这中间吃掉。这个棋呢，这个转换呢，是。虽然说黑棋还也能凑合，但是呢，这个棋白棋总的来说是便宜了。目数应该好很多吧？觉得这不吃了，这是眼见的这目好像比脚上的目要吃的多。白棋你喜欢白棋啊？我觉得是喜欢白棋。因为你在这儿多了一手棋。对呀、这吃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子，这已经二十目了。
21、22、23、24、25、26、27、28、29、30、31。这个棋还是吃了40目啊。对，嗯，这个回合就是，白棋还是得分了，对，便宜。我也觉得是。嗯，那么下面在棋局还在进行，还没有，嗯、还胜负还未定啊，还是走的这个。嗯。震一个，再震一个，对。其实这个挺厉害的，我觉得。这个马先是要侯的，对，是吧？马上就要弯断了，必须这是命令性的。小尖，小尖一个啊，然后再飞出来，这等于是又一个作战的点在那里，嗯，又一个形成又一个这个作战点，这个他下的挺强的，这个袁胜之啊，嗯，是一把利器。他可能觉得是不是正常收的话，如果这里没有什么作为的话，是不是不够了？这棋，这边死的有点多呀。现在你这个白棋这一块棋，你先马上你的对，先得让他马眼。你的给我做出回答的，还有，这白棋冲了一个，冲一个对，挡住我。因为我在想，他要逃跑的话，他能加吗？加一个，假如、啊、加这个，假如加一个，这样不行吗？他如果粘上。他如果粘上，那我还连不上吗？这应该能连上了吧？这不连上吗？冲断我就冲了，加一个就行。他把这个吃了。把这个吃了是吧？那白棋这中间走一个吧，怎么补一个？这个棋，这样是不是赢吗？还细啊？不知道。你觉得呢？把这个跳了。跳了，对。跳了，它能冲断吗？这又是很纠结的地方。嗯，这个棋。那我还不如刚才拐一个呢。哎、为什么要跳那个？哦，这样。嗯，对，这个棋，有把握赢吗？不知道，我没有具体判断过这样子。好像也不赢。也不见得赢，是吧？嗯，这个也不赢。好吧。如果这么下，不赢。那这样下还不赢，那得想点办法。对，他是断，他是断的，是吧？对，他实战是断这个。断是我觉得是要断的，要断。那个加一个，好，我们看这实战。黑棋打吃，打吃长，然后虎了一个。虎这个，他粘上。粘上这个他纠结，他如果双一个是紧气的，他那粘上。但是双一个这边的。哇，这个很复杂，眼不一样，很复杂。嗯，他是走这个。他刺了一下。刺一个，靠一个。嗯，粘之前先靠是好的，哎，都靠一个，对，走这个，然后再粘，对对对对，这个顺序是挺好。他有可能待会儿跟眼有关系。对对对，现在这个地方有冲断，是你得补，黑棋补一个，补一个是必须的，并住，并住必须的要走。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是有选择，白棋现在他的直接的选择其实打出来是一个。对啊，这一般来说总是想着先打出来，打出来吧，打出来。嗯，他实际上应该打出来，打出来。对，你大概断，只有断了。我这粘这个，粘这个他，暂时挣不掉，暂时挣不掉。嗯，但是这块棋和这块要先有个交代，有个交代，要对杀，对杀。行，这是个要对杀的棋。我怎么觉得白棋棋很长呢？看起来非常长。里面呢，好像有可能双活。哦，这样是双活是吗？有可能双活。哦，里面双活是个有可能。因为黑棋几乎没什么外棋啊。就靠底下这个也没什么气。有可能双活，你这个非常复杂的时间都来不及那个，因为这个挤是个先手。嗯。你要扣打的话，他那面什么把这个打，这是个双活的棋，但是关键这个位置啊。以后留一个手段，在什么手段呢？这个棋啊，白棋有后续手段。如果那腾出手来双活的话，这有个袜，不，这个、哦、这有个单袜呀。白棋，嗯，哦，这完全没有注意，袜在这儿。哦，这个棋呢，它不能粘，这个可以肯定一点，不能粘。对，如果粘，粘这一口气就闷死了。对。对，看得太清楚了。哎，对，街上那一段吃，哦，有这个棋是，嗯，哦，那有个袜的，有一个袜，这个地方有一个袜呢，这个有一个突破口，嗯，这个袜非常大，只要腾出手来，这等于欠一手棋，
哇，这真的不容易看到，我觉得单挖一个，对，嗯。这个地方白棋啊，从局后来说，是个黄云松也他们都认为这个应该打出来，就打出来挺好，打出来粘上作战，嗯，这是对的。这个时候也都读秒了啊，嗯，我们再往前看，他这个没有走，错过了这个机他会，没挖吃，没有挖吃，但是呢，这个棋仍然是可战的，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白棋实战是挤了一个，挤了一个，对，挤了一个，黑棋呢，双了吧，他双外面，双外面，这样就对，成打劫了，成打劫，他提劫，啊，提，对。但这个劫材也不好找啊，黑棋。这个棋啊，黑棋这个时候最强的是啊，就应该找劫，就打劫就完了，四大劫。就比如这跑，这是一个劫，对，打再跑，你还得叫吃，啊，提，这都一大堆劫呢。对，这个劫虽然损一点，但是呢有一堆劫，这个就四大劫，你这个劫不能，这个不能死。四大劫呢，白棋的劫材是有限的。白白棋棋的不一劫，定打白得赢，棋是劫吧？有限，对。关键是以后啊，打完劫这个地方有个扳，让你就算走啊，这个有一个黑棋留有一个扳呢，哦。让白棋有点头大，哦。还没吃干净还没吃干净，没吃干净，吧？那个以后，他如果说这个局部呢，黑棋扳，它长呢，它是不是可哦，以那不对，那不对，粘那虎上？一个，这粘上就都不好吃这个。这已经不好吃了，局对对，部。这里面有个打劫，这里面的扳一个是一个他头大的棋，不，他不会退，他可能是，他要直接打上去吗？打上去就打劫了，这个那棋你要打这个，他还做一个，对，很讨厌，依然是吃不干就是净，说这个棋啊，就他吃不留干有一净。个这个，这个棋黑棋就先打着劫，然后呢，那个地方随时，如果你这儿交换完了之后，你如果一路搬完交换完了，我那一个马上试探你一下，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毒的被人家掰一下，就是顿时这读秒，虽然一催就不知道应该怎不知么道。办了，这是。现在啊，现在我们看，现在他是没走那个，他是走了一个什么呢？把黑棋，他立了一个。这个是可以说是坏棋。这个是特别不好。另一个，首先你那个扳给杜绝了，没了。本来你让白棋头疼的棋，他已经这个就没随有着了，没有了。已经。哎，这个手段没了。关键你立完之后啊，他这一路一扳，你也不知道走什么了。你走什么呢？这能挡吗？挡这一打都不知道走什么了，这个，这一打都晕了。反正这个棋形就我看起这来一是不能打挡，是往哪儿走？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不不知明道往哪里走了，是吧？是，这个也不行，对局部棋形应该是已被经人家完了，掰这一个下，就崩了，已经很难硬了。搬起来他就累了。他实战是就是这么下的，然对，后一实战掰，着搬，这也读秒，这个棋这个地方的形黑棋走坏了，对他粘了一下，粘，被人家探了一这个下。长啊。虽然也是个不错的位置，但是呢，它有一招制胜的更好的棋。哦，是吗？这个棋，它应该打，应该打这个，打吃，打吃，他粘上粘上粘这个，就是我就给你杀气，了。哦，你就气都不对了。不是他不是能扑吗？你扑啊，假如扑扑，我他就点一个点，是吧？有这个点，他哦，没有个注点，意。这个点，这一看下子到他就完了，了，对不对？他关键没，大家都没注意这个点。这你黑棋气太紧气，对，把这个一断，这个气啊，白棋的气尤其长，意外的长。你看这个地方能长出好几气，这个地方也能长出好几气，这两个是他能各走之一。反正这个气你呢，粘一个我就贴那个，你贴那个我就对，团，这样呢是白棋。必胜了。不是白棋，它关键它的气正好能够多黑棋，当然那不是差一气的问题。就是差好多气是吧？哎，你看这个黑棋没有脾气，这个棋对杀是黑棋干着急，这样就一举就拿下，就没得变，是那吧？确实好像黑棋没有抵抗的好方像没有法，抵抗的没这有办法了，个，这已对，经这主要这块棋气太紧了，对。外气几乎没有，对，它的气长一期点都办发法挥都了，没有。这个一扑这个点他没注意，这个黄云松其实也犯错误了，
我们再往后看，他其实是这个一打就一招制胜了。他没有看到这个。对对对，他其实那个打这个时候读秒了啊，没注意。但是长是一个常规手段。单长一般都是这么下的。都这么下的。第一斩是长，但实际上这个俗打实际上在此的局面下是最佳。嗯。一招制胜。对。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就完了，一招就完了。那么现在他一长，他提仍然是白棋。继续打劫。他跳了。他跳一个。他顶住。他提。提掉。对。他扑一个，要一个本身劫。对。是吧，他再提，对，把他挡住，你不能沾被他回去，那啥都没有了，是不是啊？对，没吃着，没吃着啊，那输掉了，他提，对，然后黑棋团打，叫吃的时候他把这个粘上了，这个狠，因为你这个棋又是个打劫，继续打劫，如果你叫吃，你看啊，打吃他粘上，我们来一个这个死活提掉啊，这把提掉，他反点。这个也是白棋气长，仍然是白棋气长。你因为它这个极其长，这个和这个都是一个延期的非常非常好的手段，这非常好的延期，一下延四期还是延几期？这个黑棋白棋反正都能二取一，这杀棋肯定是杀不赢，杀不赢，对。你要缓气劫呢，也缓太多，不行。而且你不走的话，我立马把你扑掉。不是扑的，爬进去。哦，他是爬这个。哎，扑掉倒是打劫了。哦，不让他有打劫的机会。对对对对对对。好，哎，这是没办法，那只能打劫。黑棋提劫。提劫，对。那么黑这个时候白棋找劫喽。对，找了个长。白棋长一个，对。这个必须得赢，要不然外面被拐 死的了。对，提劫。提一个。对。这个时候黑棋长了一个是吧，黑棋走的更也是很强的，嗯，很强，然后白棋就把这个粘了，把这个给他那个，他把这个他算准了这个之后啊，嗯，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复杂的，你只吃这个他把这个那个赢都被他吃完，嗯，好，我们再看这个，嗯，他走的这个它长的，黑棋单长，对，这如果单吃回去恐怕不够，这已经一块死回去了。对对对对，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啊。嗯，它是长的这个。白棋单长。这个杀气啊，嘿，如果你只是拐没用，拐它长，哎，拐不长气，这里面气不够，是，对吧？嗯，它只有走这个单贴，哎，单贴，单贴，你如果搬的被它夹死，你是不行，那底下全死回去了。对，所以这白棋这个单冲是好棋，现在单冲是个好棋。单冲，你说对，单冲是个好棋。嗯，这个地方是一里面呢有一个特别复杂的棋。哦，是吗？本来这个棋还有一个拐的一个复杂棋。哪个拐啊？这个棋，贴这个，我们和这个是有点专业了啊，走这个。拐打。拐这个。拐打它不是长吗？对，它贴走这个。还能这样，非常复杂，完全没有砍，没有砍，没有注意啊！啊，没有注意，还能这样。对，这是一个复杂的棋，啊，复杂的棋，你大概，哎，这不是对这样吗？但不是这个，啊，对对，单跳，要这个棋单跳，单跳这个，对，而是这个，哇，我看的都头晕。对，这个是有点头晕，的确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棋呢，它单贴是好棋。哦，单贴是没有办法。单贴黑棋不行。黑棋不行。这正好是不行。如果这两个没有断，它黑棋有一招是走在这儿。嗯。走在这里。你如果走这个，它这跑，现在目前几打打死了，打死了，一打打打，但是有这两个交换就打死了。这个地方非常复杂的棋啊，嗯，黑棋还有一个这个急招。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有这个断呢，还黑棋又不成立。那么走什么呢？这个棋啊，它是走的它单贴了一个，单贴的只有单贴，那个不行。然后白棋冲，白冲，对的，嗯，冲一个。你如果粘上的一般死了，对，跑不掉，跑不掉了。那怎么办？他是走的看实战，他是冲，黑棋冲，冲出来，对。然后他长，长，对，又冲了一下，长，他再长。那他有个先夹，哎呀，这个好棋，这个好棋，这个好棋，你没办法，没得反抗，动不了，只能这样。你横冲竖冲，冲完了都来不及了。不行不行，那不行，这个他把这个再一打吃，
棋调。啊，这个是比较，他把这个时候安心把的一棋一段断。呢，这个棋就没办法了，在这儿打一下，嗯，棋调，然来后，打吃。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了，对，粘上，对，然后把这个他冲，冲了一个，对，但是你这个挡住也就是一个双活，双也活，没什么，这是他就他尝是，两下。他是这个先走，哎，对啊，对对然对，后他做这对对个，对他对把对。这个就给收了。先走一下，然后再长的，啊，是这样。这样的其实这话，期差距也不大，小差距，小对，差其距，实差距对对对，很小。他把这个贴那个过来，大，那个是最后的一个，啊，把这你个把他这起挤掉了，是吧？这是对，先手，然后呢，白棋现在也没有什而且就么贴了一个，贴，这就是小关子了，是，是吧？贴一个，对，把这冲了一下。然后对。上面团，团那个大，团那个啊，大，没有棋了，没有对，棋了。把这个给收了，啊，那个大，那个也对，不小，然这后个也他很就，大，这个很大，对，就他就跳了一啊，下，把这个是这尖起来了，叫一个，这叫一个关子，是，关子的常用手段，接住，常用手段。他把这个冲了，这个也冲了，这先手。对，他顶了，接上，然后他从这儿冲了一啊，那下。是这也就是是最后的一个个关子，叫好多手，收几个关子而已。嗯，以后对，挡住，下成这样，这样以后有个嘟嘟一打，这都先手啊，哎，收成这样，也就盘面的大概黑棋有四五目的样子吗？不，没那么多是吧？两目盘面好两目黑哦，那棋还差左距右挺或大者是平胡和好两目之间，的。嗯，那这个棋就输掉对，了。是正好黄岩松很。还是比较幸运的，算幸是。运的就最后把它拿拿住住了。了啊，不过我觉得白棋这局部的计算还是挺清楚的，啊，就这关键的时候，虽然说错过了这个机会，但是这一代的计算还是挺复杂的，能够拿下这盘还是挺证明这个黄云松的实力。好，那我们的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好，再见。